哎，你打算去哪里？犹豫犹豫吧，晶晶。小手手。手我刚洗了。哦，小手洗过，两只小手都洗了。两只都洗了。好，那就差不多啦。对对，游泳游泳哦。看看你的脚脚哈。一，盖个肚子，全部被盖住了，不要给人看。看不到了怎么办？我们会害羞，我们不要给人看。洗澡还被打呵欠呢。嗯，很舒服哈，遮起来不给你们看。好，先录到这，我看我的工作。